大家好，我是阿元。OK， 自从上一次我 prank 了 Cherry 那一个，哪一个啊？差，我突然间忘记了啊，那个。喂，我的脑子怎么突然间一片空白？那个 ，Yes。You wanna eat something? Yes, later. I wanna shoot a prank. Oh, prank. Yes, 既然你都来呀，我就跟你讲我的 plan。今天你有什么计划？今天我的计划就是这样，等一下，我们就家家在这个二楼客厅这边，家家按电话，就各自玩一下手机。OK， 那我就会家家骗 Cherry 一起过来这边，跟我们一起坐在那边休闲的按手机。今天的目标是他。对，今天的目标依旧是他。对 ，OK， 所以我今天的 plan 呢就是这样，等一下我们大家一起在那边休闲按手机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要 Benny 啊他们。给我看 Instagram 大奶妹美女的照片哦，看啊，对对对，然后看啊，吃醋了反应，哇 ，OK， 目前这个 plan 你是第一个人懂，所以我现在要下去跟 Benny 讲，跟小明他们讲我的 plan， 可以啊 ，OK， 等我啊 ，OK， 所以今天我的 plan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这样子，相信你们应该已经明白我的计划了，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就要下去楼下跟 Benny 他们讲 ，OK。现在我们先欢迎一位久违的人物大马六哥来看我，来进来进来，我跟你讲我的 plan， 你进来先，帮你加一点掌声的噪音嘛 ，OK， 需要吗？不要了不要，不要，我要拍谁哦，他需要的是拍谁哦 ，OK， 因为有很多观众喜欢看我 prank Cherry， 所以呢，我突然间又有一个 idea 想要 prank 他 ，OK， 等一下嘞。OK， 所以这个东西 Benny 最擅长了，我就要让 Benny 来带起这个头，你就要给我看那 Insta 性感美女的照片，然后我就会配合你，我就会跟你讲这个不够性感，那时我看到那个好像比较性感这样，然后我们看 Cherry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OK， 剪片。OK， 懂我计划哦，所以我们现在就等 Cherry 冲完凉出来过后，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计划。OK， 各位，现在我就把这个相机藏在这一个隐秘的角落，然后我用这一个香氛来挡着那个镜头，然后我上面用一块布把整架相机盖到完，所以这个角落它是没有这样容易发现的。现在我们的计划就是要等 Cherry 主动过来这个地方，这个渔网我们就可以把它捕获。OK， 现在 Benny 跟小明已经上来这边坐了，然后 Dixon 跟大马六哥出去打包了，然后我也没有时间等他回来，因为 Cherry 应该已经冲好凉，他应该多一下子就会出来跟我们一起在那边休闲的按电话。OK， 所以我们现在就坐等 Cherry 出来。这样子哦，这样子哦，这样还要这样，中间还要这样，
没 Cherry。
这个玻璃发亮的，这好像也是有点。它的形状很美。你不要看呗。OK， 各位，我觉得我们的计划非常成功了， yes. 所以现在我要进去里面灭火。你讲灭火，小便。敢的男生介绍给他吗 ？OK， 我是要进来灭火了。来，你讲一下你刚。要。好啊。这次火烧到有点大。哎。你看，连谁看了？没有啦 ，prank 不了我，他有看。你懂啦，我就。你懂啦，我就平时看一点点。Just a prank， 哎。你跟阿元、阿文在一起就遇到会这样子。他的意思不是讲玉瑶我会看其他女生，是玉瑶会给我 prank。哎，还没走，我们去收更多的。好啊，走啊，走啊，拜拜。走啊，走啊，走啊，这是神看了，这是不能啊，傻妹，我要救火的。Baby， 不要，我也要看了。你要我介绍给你吗？不，好介绍给你 ，I want underscore LV。这样你现在懂是朋友吗？刚才我生气，你也是一样看啊。没有，你也是一样看。刚才都是节目效果。不要。节目效果。不要。OK， 各位，这一次的 prank 好像有一点玩过火了。好像有一点玩过火了，所以我现在要去救火啦。各位，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拜拜，我们下集见。哦，对哦，恭喜我突破600,000订阅，我即将把 PS4 送出去啦，所以你们记得要赶快留言，我会随机选一个影片，然后在那个影片下面随机选一个留言，所以如果你们留言在越多个影片，就代表几率越大啦。OK， 今天影片到这结束了，拜拜，我就急。耶！突破600,000订阅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冲向700,000订阅。OK， 在我700,000订阅的时候，我将会送出 iPhone 11 Pro。首先，你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订阅我这一个频道，打开小铃铛，然后 follow 我和 Cherry 的 Instagram。在我到达700,000订阅的时候，我就会随机在一个影片的留言区，再随机挑出一位幸运儿，把这一架 iPhone 11 Pro 送到你的家。而且，当我抽到你的时候，我还会让你自由选择你想要的手机颜色，我再去购买你想要的颜色，然后再寄到你的家。不管你是住在任何一个国家，我都会把这一个幸运的奖品送到你的家门口。那抽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是有订阅我的哦，不然我就会再重新挑过另外一位幸运儿，所以不要骗我啊。 OK， 就让我们一起迈向700,000订阅吧。 Woo！